如果你唔喺名单上边，你就入唔到去。私人楼。乔恩在哪里？他跟斗士在一起，在燃烧仪式度得乔恩的弟子才没有进入的通行证。我们去看看。
晚冇你份，你速战速决。师父的心智受了损，他会将你还有其他人全部拖入深渊。看看你周围，我觉得你没什么不同。如果你不想打，为什么要走到今天这一步？
差唔多同阿楊一樣咁勁。